宫廷，太乙元贞，保命长生经。宫廷，太乙元贞，保命长生经。宫廷，太乙元贞，保命长生经。三清总告，至心归命理，道宝经宝师宝，玉清上清太清，一气流行，三清应化，含官默默，不言而善运四时，正色空空，无极而化生三境，大罗天上，金阙宫中，虚无自然，三清三境三宝天尊，太乙元贞，保命长生经。本卷，太乙元贞曰：金阳为神，金阴为形，阴阳两半，合成其身，犹如日月立于虚空，昼夜不息，各行其分，忧悲喜怒，地相攻夺，生老病死，因之而有。福前使者，道之子；行化者，道之母；祭之其子，虚是其母。母者，太上之分身也；子者，本心中之一也。二者合同，胎养形魂，人能识之，可以长存。故善经思者，内事不顺，内听不寐，使欲者不欲，不欲者欲，以阳化阴，以和化心，心和黑静，阴若神正，神正则精专，精专则影灭，影灭则形旺，形旺则神应，神应则合同，合同则天上金光可入，金光既入，阳黑独化，举身排空，所是缘爱，亦如还丹入口，却诸阴雷，专阴至神，以致不死。暗耳先重，诸神闻咒曰：三清上净，太乙元贞，不合法化，开光度人，炼魂日观，教破月轮，天地总黑，地官非尘，千二百灵，万二千神，合成仙宅，立为真身，真身之中，七正九宫，心光朗耀，赵玄明宫，明空大神，和气心真，内清五脏，外照五神，精思不穷，开光度人，老者犯状，故者还心，饮食六甲，三景同春，十二立冰，保卫耳身，日诵千遍，上朝元君，元贞老君，至道独存，保耳元命，卫耳灵根，勤叩天鼓，合行炼魂，齐诵不忘，当见神尊，侧空驾符，升天灭云，诵前咒气，则助木存，神隐神黑，供一切人身中万病利养。若修长生得道之法，即诵此咒满十万遍，即端坐内思，更莫外缘，不经十年自然成道。若护国地主宝石道君，当诵此经，冲神保命，行功救人，阴阳不迁，风雨调顺。若有冰革水旱，当依太乙圣真经，注十六真人及太乙真相，修行斋戒，则所向皆胜，其法俱载。太乙圣真经，若逢修真道士，则蒙坛受之；若遇凡流，则不得妄传。必殃九祖，折伐六亲，戒之，密之，如护眼目。诸仙闻已，朝礼一行，各还本官，经思妙道，藏之金贵，密之御寒，昼夜齐诵，勿常世人。
为仙门师，当依此教，太乙元真，保命长生经中。